来看这个纸本五倍更变成六倍更，鹿港一间咖啡馆的负责人特别看好到五倍更的商机，推出回馈专案，并将公司要摕到纸本的五倍更5000元，来到店来寄钱，加码回馈1000元。乡亲老公会当直接把5000变成6000哦，限量优惠共只有500的名额，嘛无这个消费的期限。今年因为疫情关系，咖啡馆休困真久，才重新营业。一开门，真侪四中老主顾赶紧来上门品尝咖啡和滋味。之后疫情的关系，餐饮服务受到太大的冲击影响了。那现在呢，政府提供了振兴五倍券，我们把面额加大了，原本的五倍券我们现在升级成6倍。我们把5000块储值换成6000块的面额提供给您，没有时间性。只要在三一咖啡营业时间内，随时你想来喝咖啡，随时你想来用餐，都可以享用美好的休闲时刻。业者一看到政府推出五倍券，也决定要来加码回馈。伊认为加码方案就是爱简单，也要好食客有感。只要在店内寄钱5000块，得当加码回馈1000块，也就是将五倍券直接变成6倍券。生意都不是很好，那我们也希望提供士气，让三义咖啡能够更活络，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这么优质的环境、舒适的享受、舒适的空间。因为超级优惠限量500名额，希望这个咖啡馆会当变成鹿港的客厅，和鹿港人直接会当真轻松的开工说茶。台中华新闻林桂英，鹿港采访报道。